你脸上有脏东西。你干嘛那么看着我？你可别误会啊，你脸上刚才真的是有脏东西。我去换盆水。我有件事很好奇啊，你们大侠平时要是不偷不抢，收入都从哪来啊？替人做一些不违背道义的事，比如看家护院，或者是押送一些容易被贼人嫉妒的物品。就是保安和快递员。什么员？没事，不重要。我饿了，要不我们去吃点好吃的吧。我还好。我明白了，放心，钱的事包在我身上了。来啦，来瞧一瞧，看一看啦，凌霄神剑邱大侠，同蓬莱仙岛取来的奇珍异宝，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啊！不可忘语。来来，冰糖葫芦，冰糖葫芦，冰糖葫芦，桂花糕啊，又香又糯的桂花糕啊！来看一看，来瞧一瞧，来看一看，冰糖葫芦，来看一看，看一看，来看一看，奇珍异宝，来看一看，来看看，冰糖葫芦，哎，冰糖葫芦，这可是你们逼我的。好消息，好消息！从蓬莱仙岛取来的奇珍异宝，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，不计成本卖完为止，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。哎，看一看有没有喜欢的，物美价廉啊！看一看，这个没见过，奇珍异宝，那是很有趣啊！这是什么？敢问姑娘，请问这是何物？这是风神扇。风神扇，这没听过。这有什么用？就那里按一下，它就启动。是不是比你手上摇的东西有排场多了？姑娘，这个多少银两？本来是需要100两，但看公子气宇轩昂，贵气逼人，一是那天上星宿下凡。这样吧，就算公子30两。30两，够贵的吧？你小姐笑疯了，这玩意儿能卖30两？阿福，在，买一下。好。哎，谢谢。走。慢走，欢迎下次再来。哎，店长，这是何物？来，您拿好了。哎，让一下，让一下。哎，姑娘怎么走了？哎，你看这个啊。Hello， 听得见吗？哎呀，这响了！哎呀，这真神奇呀！哎，让一下，让一下。怎么样？喜欢吗？喜欢，喜欢。多少银两？100两。去哪儿？去哪儿都行啊，总之离这里越远越好。你刚卖一些东西，不会有问题吧？暂时没问题，但我怕他们会用出问题。什么意思？你知道店是什么吗？